我哋而家嚟到红磡睇一睇慢桥334尺嘅一房，呢度入嚟咧，你会见到一个长厅，咁都几靓仔嘅。咁呢边就系客厅嘅位置，呢边就系饭厅。咁而家就摆咗啲台咧，俾人哋倾大。你见到好多人，有呢度就系一个一字型嘅厨房，台面嚟讲我觉得几够嘅，同埋呢度有个叉电嘅装置，都几贴心。上面就有啲收纳嘅区域啦，都 OK 嘅。有雪柜，成身嘢都几齐嘅。最特别咧就有呢度，有个72尺嘅平台行出嚟，整个平台几阔，然后再望出去就望翻启德嗰边，启德嘅邮轮区啦。然后呢度就系一啲旧嘅区域啦，成个红磡或者系码头围或者系何文田呢边，其实都不断咁样翻新重建紧，好容易见到咧呢边就旧区，嗰边就新少少嘅楼。再遠啲就啟德嗰邊再新少少，但係視野景觀呢度 OK 嘅。個樓底就不過不失3.15米，呢度就係浴室。浴室嚟講，我覺得整體算闊嘅，企理淋浴，又有一個坐廁，再轉入嚟。睡房呢邊都幾闊嘅，擺張床，擺個衣櫃夠，然後仲有一個露台位，露台位都係望海嘅。外面仲有一个大个间屋嘅天台，356尺，可以晾衫、种花、BBQ 点都得。以前就卖紧26,000尺价，而家减咗6,000蚊尺价，去到大概600尾左右，20,000蚊一尺，你觉得值唔值？